学就西川八阵图，何必将军是丈夫。江湖上都在说神雕大侠，说他武功高绝，惩恶除奸，说他从者云集，一呼百应，还说他深深的爱着等着一个姑娘，等过了16个年头，等着姑娘跨越山海回来见他。醒醒啦，点击任务栏开启离神雕侠和龙姑，可我有办法，跟我来。天下武功第一，下山。弟子想去。那白驼弟子筋骨刚健，我可不手下留情。战斗开始了，点击选择主角技能目标。侠气足够时，侠气技回点击侠气按钮，点击技能图，点击选择主角技能目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，你功夫很俊，去拿下山的行李吧。现在打开看看，点击使用按钮，点击这里领取等级大礼包，点击装备按钮可以快速穿戴装备。很好，下山后不要堕了白驼山的威。启禀大人，我没在宫。困于情，要不是为了计划。来个送死的，小的们上。好，小可爱，来找姐姐玩。挑一只去教训坏蛋吧，点击宠物，继续点击宠物，快要成功了，再次点击一下。可恶，挖我墙角。战斗开始，点击选择主角技，主角指令完毕后还需对接下来选择宠物技能目标。是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通过。获得了新的技能，点击选择主角技能目标，接下来选择宠物技能目标。跟老大作对，奇怪，大哥哥和龙姐姐重会，怎么蒙古人聚在绝情谷里？庄院怎么会有争斗声？去看看。
特意向黄帮主讨教，谁能走？点击选择主角技能目标，选择宠物技能目标。点击选择主角技能目标，选择宠物技能目标。我佛慈悲。侠气值足够了。点击侠气按钮，点击技能，点击选择主角技能目标，接下来选择宠物技能目标。我佛慈悲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蒙古人，你能替我上一趟断肠崖吗？点击打开武学剑，点击一键升级，可以升级全部门派武学。少老服送。多谢。多谢。别跑了，我去追他回来。追上了。嗨，小家伙，乖，快带我去断肠崖吧。是谁？为何封老大找神雕侠有事儿？您不方便上去吧？敌人封住了崖顶，要对付杨大哥和郭姑。点击使用按钮，可以便捷使用道具。不语，为谁？小子，你真要坏我们老大的好事儿？点击开启自动战斗，游戏更轻松哦。神剑，二号小队，你们再上！落英神剑，龙儿。情用事的废物，走开！该来的只有龙王。我来送你剑。尝尝情花幻玉的滋味吧。
不要走。事情揭秘，用堕轮回吧。情花，恐怕如此。我们一定要找到神雕侠大哥哥，带他离开这里啊。弟子杨过今日拜小龙女姑姑为师，永远听姑姑的话。弟子杨过姑姑今日拜小龙女姑姑为师，永远听姑姑的话，保护姑姑。啊，光年就是回忆，我答应孙公公照料你一生一世，我不离开这儿，姑姑姑姑你自然也在这儿。龙儿，我自己要做霍儿妻子，姑姑他心里喜欢我，姑姑姑姑我也很喜欢他。姑姑，我要你永远这么待我，一百年，一千年，姑姑，一万年，姑姑，陆北情话拦住了，这是刚搜集的回忆，和这有什么关系吧？姑姑。前面他看起来有些异常，殷勤欢你利用卑鄙，你又能奈我何？少年而我又别泄气。好，我们今天共同进退。点击这里，打开，点击按钮强化装备。别挣扎了，你们逃不出去的。按住屏幕滑动，可调整视，点击还原视角。怪人吵嚷着见你，长得个顶个奇怪。小哥，哎呦，二位，你们就别难为我了。有意思，小姐姐厉害着呢。点击这里，打开寻访界面，寻访可以获得更多侠客，点击进行寻访。我四舍五入
脸色艳绝中原了。小哥哥不通融，就是对我美貌的侮辱。特嘱我们保护少侠。那香儿呢？他失踪了。聚散离合如浮云无定，少年人且宽心，你与郭二小姐总有再会的一天。这里打开寻访键，五连寻访，点击进行五连寻访。点击打开侠客界面，点击按钮进行点击确认，进化侠客。为谁落？为谁开？
小霞，您请，您请，黄帮主就在前面等您。黄帮主没有头绪，不过近日临安襄阳。点击打开帮派界面。听说你相公也失踪了，带我去看看。你先别急，我找找线索。信，这信纸好熟悉。和我的相公，姐姐别急，我们一定找回你相公。自在菩萨心入我佛门，云裳，疼啊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哎，报告，落英神剑，一笑动心身。找云裳了。
话长好，月长圆，夫妻恩恩爱爱，永不分离。多谢你帮我找回相公，这件被饰送。点击打开时装界面，点击选择被饰，点击解锁一件被饰。寻花毒，大侠大侠，我看见了贾生说的神秘人，是个番僧，现在就在独孤剑冢附近。点击打开活动界面，游戏中参加各种活动可以获得大量经验和道具奖励，记得常来看一下。咦，花树后有动静。情花之毒还无药可解呢，哪里还管得上其他闲事。我金轮从也不吃你给真香。金轮国师，你乖乖跟我回去。少年，你能在幻境中看破情根，固守本心，倒有些本事。不如跟随于我，夺取大宋，一统武林。要是不答应，就先击败你。洛英神剑。Hey!
Thank you.
难。